三個人來到家就一個煮飯的，四個人得兩支槍，喺度嗰處嚟一個竹啦，冇啲樹咁大，四邊都係竹，密曬的，入邊有個窿，爬入去咧，大概有啲兩張四張尺咁大，嗰個地方平嘅，咁我哋啊爬起就捐入去，就喺嗰度瞓，就看住佢。 咁啊落雨一笪，好天就曬。嗰啲村民，村誒呢個農民啊，耕田咧，食飯嘅時候咧，喺個竹林出邊坐喺樹食飯，吸煙，晚上傾偈，我哋就慘咯。即係揾啲煎啊，吸煙咳嗽都唔得㗎，即係現值得硬幣㗎嘛。咁啊，晚頭咧就出嚟煮飯，晚頭大概3點鐘啦。 出嚟爬起，有個煮飯嚟出嚟，喺個田入邊攞啲水嚟煮飯，田嗰啲水咧鹹淡水，咁啊出咗啊實得，實實下咧就完全唔實得，苦到不得了，咁啊住咗半個月，好慘啊！嗰半個月，我哋又唔食得飯，又天曬日雨，落雨啊～